他说我是大黎，今天是1月26号，今天不舒服。我昨天晚上通宵了2个晚上，3天通宵了2晚，今天早上就不行了，我就去躺下。其实今天下午呢是有跟品牌爸爸的聚餐，我就是肚子很痛，一直都睡不着。我早上10点的时候才去睡的，中午12点多的时候醒过来，我就看见大佬给我留言说他也被单位抓回去了，然后他说我身体好一点的话就一定要过来，要跟品牌爸爸这边碰碰面，让他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都是非常感谢爸爸的支持。我就背了个